来，智力考试。嗯，输的人踢出家门。那我绝对不会输给你，就你这个智商还能跟我比？测测你的智商有多高？你看，他说140分以上的叫天才，100以下的是什么？有奖竞猜来了，选我会赢的请长按点赞，选我会赢的请在评论区里扣一。第一道题选出不同类的，那肯定是这个啊。男孩对男的，正如女孩对化妆的女子。这题真的好搞笑哦！既然是智力测试题，所以我选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不大像答案的答案。马厩与马厩，哦，马厩就是住马的地方。正如人与牛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就是住在牛窝里面。你呀，你啊，又是这种数学题，好难啊！看来这种数学题就是拉开我们之间智商的关键题了。我也会，我秒答。我那个小学和五年级的数学试卷做好多分的。不要再提那件事了，那是出意外。下面六个词能否组成一个正确的句子？球棒是用来打棒球的。嗯，可以，是。哎，我也是这样。鱼在水里生活，应该没毛病吧？应该是正确的，我选 A。哎，这道题有趣。如果所有的妇女都有带，那么漂亮的妇女会有漂亮的大衣。错。那我肯定不要选哪五个，我觉得应该是 D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应该是选 B。考场那些经常改答那些人了，通常最后都是错的。你管我啊！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 B。那你可能做直接就是错的嘞。找出不同类的，铁锅、小勺、米饭、碟子，这些都是什么用器？那肯定就是米饭啊。我觉得我一会儿肯定能拿个天才。你们看哈，这种盲目自信的人之后一定会闹笑话的。又来9767不要一台有千万多的东西。望子成龙的家长往往，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吧。天上空缺水，哇，这题目好巧妙啊。王山，原来这一种是要应该要写这个东西的，那我就是。我是不是很聪明？我觉得我可聪明了。哦，你看这个题啊，就有点难度哦，很巧妙。但是我就知道，这三个呢都是在挂在墙上的，就这个在地上，是选 A。天啊，越做越心虚。好险我不是傻蛋，如果我倒是傻蛋，就真的很搞笑。后面真的好难哦，我觉得。如果我是傻蛋，这题就是都是错的。天才，我现在只奢求我是普通人。他说这三个字哈，然后在这个括号里面填一个字，让它跟前面能组成词，跟后面又能组成词。你们想？哎，这个题又很搞笑，找出不同种类的马。不马是人脑吧？这里面以为我找不出吗？我做好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也不会了，剩下的。我为什么突然有点担心了呢？现在来算分。B 对 ，C 对对对 ，No 对，真的假的？嗯，对。哎呀，真的假的？对。我错了11道哈，得了95分。我终于比你多分了，刚好100分。所以我是建议多读书。我要被赶出家门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会帮你收拾东西的。你需要什么跟我讲，我立马帮你收拾。最后留这道题给大家吧，赶紧去评论区写答案吧。